我是刚逛街抽到的，109的。6月19号，暴涨暴涨，16:30出牌的是2243次，从三银行交易的1739.73号称。吸金老哥什么鬼呢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二号你要死定了，你等一下全面要出了，一定是二刀我的、二号牌，你上一场刀我不成，这一场来残害我是吗？二号牌，那我直接丢水把我丢二号，然后还有外加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们在场的好人哦，四号比较会搞事牌，所以你们要多注意他哈、哦，四号还比较会搞事哦，你们要注意这四号。那另外就这样，哎，是哪一双我还怎样？如果你女巫解药没有，刚好对，你女巫如果是没有救我的话。那等一下你接完就直接开毒了，因为人气不够了，不用根本解药，就这样是吗？哎，跟他拜拜。